把这个股市仅用进入市场的本质认识的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在第二本书的时候提出了1%的理念，啊，就是比较清楚。这第二版我们这书现在是出版的第3版了，啊，到今天大家每个人都有一本书，所以我今天呢也不想在这里说风险控制的能力，对吧？有了专家的指导。 所以的话呢，财富离大家就不会太远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什么我对推广财富知识，对吧？技术这么的热衷呢？因为我知道我们作为大陆来的人，对这个资本市场，对这个财富的知识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原先学的就是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所以后来就发现，今天是。 数理化都学好了，博士也有了，最后生活并没那么啊宽裕，并没有钱。今天给大家的书是第3版，就是第3版。这里面呢，在我们的1%的理论与实践就比较完善。今天呢，我不要啊，刚才徐教授已经讲了，美国，我们今天我本来是讲的题目叫庄家思想。 与实践，什么叫庄家思想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美国啊，它就是庄家，所以美元涨了，全世界的人抢着，对吧？